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大海退潮了，我又来赶海了，看看今天有什么收获。快看快看啊，发现了一个龙尾鱼，哇，龙尾鱼，我把它收了啊，收了，前面好像还有一个。退潮的沙滩上往往都会有很多的海鲜啊，继续。哇哇，这个大，我去，这个大，哇，太大了，这个，哇，这个有半斤多，看看这龙尾吧，收了啊，收了，我继续继续。喂，哇，快看快看，哇，这个海参，啊，不是海星，都冻僵了，哎，我的嘴也冻僵了，哇，这海星冻着缩成一团了，哇，看看，哇，太漂亮了，看看它的触足，触足还在动，哇，我们把它收了，这个回家一煮，特别好吃，一煮特别好吃，里面都是籽，收了收了啊，继续啊，继续寻找。哎，远远的看到一个石头蟹，哇哇，动，哇哇，好大呀！收了收了啊，石头蟹，收了啊，继续啊。哎，哇，一个螺，什么螺？哇，好漂亮！哇，这么漂亮！哇，是个贝壳。我们把这个漂亮的海螺送给给我点赞的朋友们啊！哇，太漂亮了！好了，继续啊，继续，我们继续啊。哎，哇，看呀，一个搁浅的红娘鱼，哇，太漂亮了！哇，这个鱼有一斤半呢，好大，看看，好大啊！我们把它收了，收了啊。海水还在退啊，我们继续找。继续找啊！哎，哎，有没有发现？哇，哇，受伤了，受伤的松江鲈，哇，好漂亮！哇，一只受伤的松江鲈，哇，我们把它放生了吧，把它放生了。